你干什么？哎，你给我站住！谭主任，是您在里面吗？你干什么？哎，你给我站住！贼，你没看错吧？错不了，我看见他脸了，而且他不是咱们所里的人。韩主任没丢东西吧？应该是没有，我检查了好几遍，所有的抽屉全都是锁的，但只有一个铁柜子上面有一个螺丝刀的划痕。我听见你叫了，我钥匙断锁眼里了，进不去门。这简单呀，走，我给你看看去，走。哎，我那有钳子，拿钳子钳一下就行了。走了，小哥。啊，谭主任，嗯，我有个事要和您说。什么事儿？要没有什么急事儿，就完了再说吧。是要紧的事儿。昨天夜里，爸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为什么不上课？我不是脚扭伤了吗？我走到你这儿走不动了。都大三了，还这么荒唐。那我被野狗追了，我能怎么办？爸，你就还给我吧。爸。哦，忘了跟你介绍了，我女儿谭媛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事儿？啊，我昨天，我想说，我忘了，忘了。哎，你不是跟我说要紧的事儿吗？我真的忘了。行了行了，你那个事儿啊，想起来再说。你现在帮我一个忙，你用自行车把它给我推回教室去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起来上课去！一整天不好好学习。我上学期全系第17。